揼骨咧，大家都揼慣揼熟啦。不過每個地方嘅揼骨咧都有少少唔同，有少少特色之處噶。仲要我本人之前去台灣咁多次，我都係未揼過骨嘅，所以今次我係嚟揼飽佢啊！未有試過呢種，好正啊！呢邊同埋呢邊，咁咧佢有好多嘢揀噶喎。咩啊？我咧如果你看咧，我係噶啦。咩？我揀有得揀反向環蟲啦、貴妃啦、元氣啦，咁我揀元氣。佢好似你平時去浸腳咁樣，你跑咯就唔係咁樣，好似有嘢按摩，即係水壓按摩處理咁樣。我想，因为我想香港人呢、啊，大部分的气管也不好。哦，怎么说？香港的空气很差、啊。是哦。很多人有鼻敏感的、啊。嗯嗯。对，你有对啊，所以差是肯定。帅、嗯。也是啊，是吧？胆经的地方啊，嗯，消肿胀、消水肿啊，消水肿，对，消水肿。哦，消水肿也好啊，可能走路多了，消水肿也好，会胀。对呀、啊，男生比较容易胀，女生是容易肿。这是什么位置啊？啊，坐骨神经啊。骨神经啊，他老人家、啊，那个骨了已经没用了，会对腰有关系啊，化石了，啊、化石了，不是还松虚，再严重了，好像没有几天我长屁股上就不痛，一定啊。大拇指最痛，全身最痛，莫过于大拇指。大拇指，太痛了。不，都是健康的人应该有一点点痛吧？应该不会不痛啊。按下去是就酸，酸，酸，酸是筋正常的反应，痛是塞住的反应。哦，痛是塞住的反应。哦，酸是经常反应。2000 years later。啊，就感觉到懒的很，我操！哇，我真系又头痛到落尾。加油，顶住，加油，就嚟得噶啦，就嚟生出嚟啦。加油。快要出来了，快要出来了，快要出来了，看到这个头了。我觉得诚意几搭救呢样嘢，同埋价钱唔贵咯。老实讲，佢599啊嘛，599匹，599嘅台纸戒唔甩呢样嘢。我真系把声都变埋都，唉，惨过唱 K 嘅真系。好乸正呢间，呢间叫做咩啊？不老虫，不老虫。真係好正，強烈推介，強烈推介，嗯、尤其是27號、27號、27號，對，真係，如果係做運動嘅或者運動員，嗯，你好攰，好 intense 做完啲運動咧、嗯，你呢度鬆，哇，真係正，都唔識講，而家我個人係好似回咗神咁，嗯，真係。好多人會覺得台式揼骨咧同中式差唔多啦，不過根據多年嘅揼骨經驗咧，台式按摩喺穴位上面咧按得比較狠啊，大力嘅基本噶啦，而佢哋每個師傅咧相對地係好有功架嘅，直頭好似打功夫咁樣。另外咧，呢班台灣師傅真係好犀利啊！按一按啊，知我咩問題；按一按啊，知我咩問題。好彩佢淨係按到我有啲鼻敏感啫，係按到其他大鑊啦。唔好話中式啊，我攞埋泰式一齊嚟比較。後兩者都基本上是舒服啲嘅，但係台灣呢轉咧，我真係好難講得上舒服啊！起碼你要瞓得著覺先啦。但安完咧，我覺得好爽嘅喎，好痛嘅喎。所以綜合嘅結論係咧，我真係好中意揼骨噶。不過按摩咧，真係見仁見智嘅，有啲人中意大力，有啲人中意細力。最緊要係去到每一個地方都去試人哋當地按摩，總會有啲驚喜嘅。
係咪？好似我咁幾有驚喜。拜拜。又係地圖導航啦，嗰條係大街啦。其實你都唔知道大街邊條啦，是但到時俾地圖你睇啦。行過呢邊就係啦。嗱，佢有咩藥材嘢食啦，有按摩店啦，後面有打邊爐添，晏啲試埋打邊爐啦。望到個地攞粒不老蟲啊，係唔講咁多啦。好正。哦，講乜？好正。好正，好正，是沒有中獎。沒有中獎哦。